偏偏听那该死的弼马温的窜弄，哎呀，叫我来巡山太妖怪，哎呀，看见那妖怪，我躲还躲不及呢，还巡山，哎呀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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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八戒怎么还不回来？大师兄已经找他去了。哎，妖怪，妖怪，啊！哎，没有妖怪呀。 怎么戳了我一枪？啊！啊！啄木鸟啊！嘿，弼马温欺负我也就罢了，你也来欺负我！嘿，哎呀！嘿嘿嘿嘿，你一定把我老猪的鼻子当成块烂木头，啊，找虫子吃来了！嘿嘿嘿嘿。 我把鼻子包起来，哎呀，嗯，鸟屎，你这遭瘟的鸟，你这遭瘟的鸟，哎呀，回去吧。 回去吧，哎，不行，弼马温要问起我来，我怎么说呀？我，哎呀，师傅要问我这是什么山呢？哎，我说是什么呢？哎，师傅要问我是什么山，我就说是石头山，哎。 要问我是什么洞，哎，我就说是石头洞。师傅，这是什么山？石头山。洞什么洞？石头洞。洞是什么门？钉儿钉的铁链门。洞里有多远？洞有三层门。若问门上多少钉，就说俺老猪心忙记不清了，对不对？猴哥。 你又没去巡山，你怎么知道我老猪心里有话？我把你哥喊活！啊！你哪里是去巡山，分明是偷懒睡大觉。若不是那只鸟把你捉醒，你这会儿还回不来呢！啊！那只鸟是你变的！哎呦！师傅，八戒，你看，别拦着！师傅，悟空，哎。 师傅，你看，八戒，悟空说你撒谎，我本来不信，不想果真如此，岂是该打？好，哎呦，师傅，悟空，观其后效，再打不迟。好，师傅说不打，那就认罚。啊，你再去巡山，若是再敢偷懒睡大觉，不敢，快去！不敢了，快，二人去吧。哎。 哎，猴哥，我说不骗人了，你又拿个树枝来打我，哎，哎，啊。
乌鸦，嘿嘿，乌鸦哎，你又是师兄变的，对不对？哎，我老朱这回可没睡觉啊。哼，哪有妖怪？啊！哦，哎，猴哥呀，你又变个妖怪来吓唬我呀？嘿，哈哈哈哈哎，我是过路的。大王，他说他是过路的。大王，这和尚真真正土上人呐。哦，你看，这是唐僧。啊，这猴脸的是孙猴子。啊，这长嘴巴大耳朵是猪八戒。你就是猪八戒。不是，不是。不是，和尚，把嘴伸出来，伸出来！受风了，不能伸出来，不能伸。小弟们，用钩子把他的嘴勾出来！你们看个够吗？啊！去你吧！去！悟空啊，悟空，师父，八戒巡山，嗯，去了许久，怎么还不回来？师父不晓得他的心思呀。怎么，他有什么心思？若是有妖怪，他一定回来报我；像是没有妖怪，路途平坦，他一路跑过去了。哎，师父，我们上马吧，啊，走，赶他去。都是一起的，他就是猪八戒呀。嗨，我知道，可是吃猪八戒的肉没用，非吃唐僧的肉才能长生不老啊。嗨，有了猪八戒，唐僧就不远了啊。